总统赖清德将以特使的身份在1月25号出访中美洲友邦洪都拉斯，参加总统卡斯楚的就职典礼。我国与洪都拉斯建交已经超过80年，洪都拉斯这几年来特别的支持台湾在国际的参与。那洪都拉斯也一直是我国在中美洲重要的友邦。蔡总统期许借由这次的出访，再深化彼此历久弥新的深厚邦谊。因为洪都拉斯总统曾经说要跟台湾断交，蔡总统交付赖副总统这个行程的3项任务，分别是深化邦谊、深化合作以及深化民主台湾国际参与。6天5夜的行程，赖副总统到时候可能还会跟美国副总统贺锦丽碰面。至于过境美国的细节呢，还在磋商中。这访问团将以最高的规格来防疫。回到台湾之后，赖清德将会在台南隔离14天，另外还有7天的自主健康管理。